好，欢迎登录茶城在线，以茶会友是我们的经营宗旨，希望您在茶城在线有一个愉快的购茶经历。现在请欣赏黄山毛峰茶茶艺。赏茶，泡饮前先欣赏干茶的色、香、味、形，领略名茶的天然风韵。黄山毛峰形似雀舌，条索细扁，香气高锐，为中国历史名茶。结句，用开水将茶杯烫洗一遍，以提高杯温。投茶，用茶杯冲泡，用量在三克左右。润茶，将85度的水冲入杯中，约1/5，用以浸润干茶。冲泡，用凤凰三点头的方式高冲入杯至70%左右，使杯内茶叶上下翻动，杯中茶汤浓度均匀。进线加冰，谢谢观赏。